喂，呢對嘢唔係講笑啊！除咗 ACS Pro Advance 之外咧，我極力推介買呢對 Salomon 啊，全白色嘅 XT4OG 啊！Yo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自拍豪啊，又嚟講鞋啦。今次又講啲咩咧？得得，都係 Salomon。不過今次咧，呢對我都係第一次入手嘅啫，我從來未玩過呢一個型號嘅，係到底係啲咩咧？而家即刻話俾你聽。好，事不宜遲啦。系啦，今次要讲嘅咧就系呢对嘢啦。系啦，咁讲之前咧，如果大家想睇多啲我拍呢啲咁嘅开箱片，就记得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， 揿埋隔篱嗰个小铃铛啊。咁如果我下次有新片开箱咧，你就第一时间知道啦。如果想大大力支持一下嘅话，记得揿埋 super fans 支持一下，俾啲鼓励啦。好啦，喂，唔好讲咁多废话啦。最近都唔中意講咁多廢話，直接嚟料啦！呢對係咩嚟咧？係啦，睇個 label 大家都知啦，就係 XT 四啊。之前成日講 XT 六啦，呢對就係 XT 四。有咩咁特別呢？因為呢一對咧就係繼呢個 XT 六十周年版本出咗之後咧，就嚟咗一波勁嘢，就係咧 Salomon 咧就用咗佢最 OG 嘅顏色推出咗今次咧呢一個新系列。你可以當一個火黑版啦，所以咧就係一個 XT 四 OG， 冇錯啦。咁呢幾個咧有咩咁特別呢？哇！我最中意嘅白色啊，係啦，因為咧呢一個顏色咧係其實喺最元祖嘅時間咧 ，Salomon 都有推出過噶啦。咁都係比較受歡迎嘅顏色嚟嘅。咁如果真係 Salomon 嘅 die hard fans 嘅話咧，就一定會知道噶啦。因為咧今次咧呢個 XT 四咧都係用咗 OG 嘅原版嘅鞋型啦，甚至上邊咧一啲 old school 啲嘅細節啊，都原汁原味咁復刻咗喺呢一對復刻嘅 XT 四 OG 上邊啊。係啦，咁今次推出咗咧，其實我知道香港好似有白色啦。跟住有黑色啦，仲有一隻咧就係紅色嘅。咁紅色我覺得比較難 carry 啲嘅。咁大家如果平時攞嚟買嚟著穿搭嘅話咧，我就比較建議係白色或者黑色嗰個版本啦，全黑都靚嘅。咁但係咧，我自己就真係比較喜歡白色，係啦。咁好少可會有咁白淨嘅 Salomon 嘅，除咗我之前買嗰對 ACS Pro Advance 係啦全白色嗰對之外咧。呢對都係少見嚟講咧，都好白下嘅。啊，除咗呢個鞋舌上邊佢 signature 嘅顏色啦，咁呢對 XT 四咧，我都係第一次攞上手嘅啫。個感覺其實咧，同 XT 六都有幾分相似嘅。咁始終都係 XT 系列啦，咁都係兄弟幫嚟噶啦。咁呢對 XT 四咧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佢原汁原味啊。用咗全個底嘅 ACS 嘅系統啊，咁所以咧穩定性都亦都會好高噶啦。咁樣咧設計方面啦，講到明 OG 咧，呢一對復刻版咧，同你而家見到坊間好多 XT 四咧都可能有少少唔同嘅，就係咧譬如係啦，你見到呢個 LAB Lab 啊 S Lab 呢一個 logo 咧，係用翻咧舊版 OG 嘅 fonts 啊呢個字體咧。系啦，系原汁原味舊版嘅樣嚟嘅。咁有啲人咧會特別中意呢一個 fonts 嘅，因為我啲朋友咧都係 Salomon 嘅超級 fans 啦，即係玩 Salomon 已經係講十年前嘅事嚟噶啦。咁佢哋好中意呢一啲咁嘅舊版嘅元素嘅。咁嗱，睇翻咧鞋舌上邊係啦，呢、這個 Quicklinks 係啦，就一樣有喺度啦。咁但係咧呢個鞋舌咧，大家好 signature 見到呢一個咧黃紅藍啦，咁咧。OG 版咧係咁樣色嘅，你見到新嗰啲版本咧，其實就同呢個設計有啲唔同嘅。咁所以咧，因為呢一個係完全地復刻舊版嘅原因啦，所以咧你見到佢呢個鞋舌咧都係用翻舊版嘅設計。呢度咧個中底嘅位置咧有一個橡膠咧
是半透明的，挺漂亮的，看到入面少少的一些 texture 啦，是不是碳纖來的，入面不肯定，但是有那些 feel。 是啦，鞋面呢其实跟 XT6 很像的，都是用了一點網面啦。是啦，這些 logo 呢都是用了，是啦， OG 版原汁原味的 logo。 是啦，這個設定呢如果真的是 Solomon 的 fans 呢應該愛到不得了。鞋尖啦，欸，今次是用了 Off-Lite 鞋尖啦，都是咁咧，喺呢個承托力嚟講咧，都非常之有保證啦，防菌防臭添啊！俾大家望清楚佢個庐山真面目啦，線條好靚嘅，都做工都不錯，幾精細，係啦，都有嗰陣 Solomon 嘅膠味啊，冇錯，靚啊！呢個白色，我覺得行山就不好了，因为呢污糟了都挺麻烦，要清洁。是啦，买来出街衬衫，玩一些机能风啊街头的东西 ，fit 啦。好啦，看我今次这个 OOTD 呢，就摆到明是一个比较 street 仔的一个示范啦。咁咧，我都覺得唔一定要成日都玩全新機能嘅，係啦。咁就算啊，係一個比較機能風嘅 Solomon XT 4 OG 咧，都係可能有少少翻呼應啦。係啦，就用翻一件 Gucci 嘅一個恤衫，係啦，同埋一頂比較機能嘅一個户外帽，係啦，咁就可以呼應翻呢對鞋啦。咁但係反而咧，最大面積嘅褲啦，同埋呢件牛仔褸咧，都係一啲 cotton 料。係啦，咁有少少 contrast 咁樣啦，喺呢個材質上，咁所以咧呢個感覺咧，我都覺得比較一種街頭嘅 mix and match 嘅。係啦，咁啊褲咧都係一個我哋 Project 4 嘅 balloon pants 啦，所以咧就可以配翻呢個 Levi's 嘅一個 oversize 嘅牛仔褸。係啦，成個感覺咧，喂，我覺得都舒服得嚟都～我自己覺得挺有型，不知道你覺得怎樣？好了，又是尺寸的問題了。其實呢，我都是建議大家買大半碼啦。我一如以往呢都是買了大半碼的了，平時呢就是 US 9，這對呢就是 US 9.5。係啦，咁咧就會舒服啲啦，因為咧始終 Solomon 咧都係個鞋楦咧，普遍嚟講都係做得比較窄啲噶啦。咁如果想著得舒服啲咧，大半號就 OK 啦。唔好大太多啊。咁啊，就係咁咯。好啦，呢一嘢穿搭咧，我就玩咗條短褲嘅。夏天咧都熱到撲街噶啦，所以咧整條短褲襯下 Solomon 咧都 good。係啦，今次咧就揾咗呢條 Conjure 嘅一條 boxer 褲，係啦，好似好難買，唔知咧呢隻色勁靚喎。咁啊，佢都係一個街頭品牌，但係咧都係偏向一啲運動風格，有少運動元素入邊嘅。咁所以襯翻咧一對運動鞋 Solomon Fit 啦，咁啊襯翻少少顏色，係啦 ，BBC 嘅一個長袖板仔衫。系啦，玩少少背心嘅 layer， 搞掂。好，今日就咁多，记得话埋俾呢个 friend 听，今日自拍号又讲波鞋，又系讲 Solomon， 不过呢一个 model 系未讲过嘅，就系 XT 4 OG 啊，全白色无菌版本，靓啊，系咁先。下次見啦，拜。